一个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埃塞俄亚市世界总督政府惩罚他描述第四条消息也将于2020-12/30结束。在不同时间发表的声明建议则被施即将发的事情应该发的事情。Will you continue with proud today are all done? 他的耐正在耗尽整个。职责，我们今天也想让你知道，你的莫到了。所有这些。 埃塞俄亚是圣玛利亚的遗产，回不去。最后总结摆在他前的是神所决定的。发布于1998-11埃塞俄亚历2006-11/15欧洲紧急状态的公告已经等了你俩了。即使你说是21/2004 Ethiopian Calendar September 29/2012 European Calendar 也推翻了。 以圣圣圣灵读神的名义，阿门。2008欧洲历2011-19发布的第三条消息，埃塞俄亚，照着神的旨意期等候亚当全族的时候。欧洲历2013-12/21埃塞俄亚历发布了第九条消息和定期注意到，对于那些了解我们家庭真相的，根据我们所拥有的。 来，埃塞俄亚世界之光政府的消息，亚伯拉罕的三位体。埃塞俄亚是世界之光，ERDF 政府和关于埃塞俄亚东正教关于破坏消息同样发送给亚当所有后代的信件，且持续了三历2009-45欧洲历9发布的第五条消息。埃塞俄亚是快彰显三位体荣耀并受到赞美的地。 声明将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订单装载并交付。六 Calendar 2007埃塞俄亚历64，不是我的情况。即使你不因震惊悔改，也不要忽视给你的机会。强烈的动神们被命令并转移到最后，从地球被创造以来，你已经听到了所有这些消息，尤其是第九条消息，主要是宣布的。 从亚伯拉罕三位体的息中描述的信息，第一条信息，解释说机会给悔改使理解和亚当的整个种族。两个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三个，他没有看到的三位体的愤怒之流表，他已经到达你前，并且他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你的判断将对你完成，特别是提到的所有判断。 今天把他付诸动亚当的后裔在地球上完成你的使命，关闭你的消息和消息所有的判决都描述了上帝所采取的值。所有的创造亚伯拉罕的三位体来 Zibayat， 每个不在场的都在上帝的怜悯中记录你的机会。他也被命令在消息三上的消息五上转移到值。悔改已经完成了。 今天发在你前的是愤怒的流动。来，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万军之主万军之主。信息九宣布紧急状态将其转化为动信息，记录让你安于历史记录，视通知这些的消息。在此留时代对话回来忏悔不要。关于消息，消息五、消息三、消息和消息最重要的是声明。 严厉的处罚、处决、决定和命令。今天，请听所有活在地球上的亚当后裔。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四个。既然没有不关你的累，那么这是你的最终结局。到达这片地的们，亚伯拉罕的三位体严厉惩罚的值和对所有的命令。世界，来万物的创造者和创造者全能者的命令。 至分散在全体前的所有亚当后裔，听着你没有时间，让他到达。分攻击攻略，我们看到听到有很多看着我们，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请听，听听亚当的整个种族。家神，世界的切已经消失，对你们和对全类，因为你看到正在发的事情是。 他的话累，他爱的，他为他和他付出了罪的代价。还有圣温柔真诚的你，也是你，也是正毁灭有多远。
他最尊重的，他从不把任何信任他的扔到任何地，他是上帝。消息传到他们那时的情况，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奇迹。即使在今天我们的些奈地，如你所知，当他们的墓被钉在自架上并被殴打时，使徒们，他们应该埋葬他们所有的希望。但神是信实的神。 诗篇7:3-4让那些注意到和不注意到的看到上帝能的话语，加在警述说那些因敌的多打击失去良知、失去希望的，到我们各的市场就像使徒去掉到征税我们有，并被这些算作不在我们敬爱的神前。使徒看他被杀，回到我们的做结果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错过了多少。如果我们看到他就好了。 此父当他以胜利宣布我们的读时，他们正在放弃。记住世界医学何处的还注意他开始的事情，他说的话。所琐文仔细体会吧。我们只在等待的奈，从未被打败将他留给敌，他是开端的贵。总是他的应许，上帝永远不会离开和遗忘。没有任何历史被揭露、搜集、记录。 且都结束了，我们中的许多都放弃了希望，我们中的许多都向我们倾向于的使徒。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以上帝呀，你为什么永远抛弃我们？为什么你的怒像冒烟，准备了光和太阳？十七地的疆界是你所的，其毁灭他们，他们烧毁了这地上神的所有会堂。求我们，给住在旷野的座。 15，你确实劈开了喷泉河，知道要多久？食神那仇敌辱骂要到时呢？敌会不会？知的百姓亵渎了你的名。19，求你不要救你斑鸠的性命。你所赎回的产业，这西安就是你所住的。上帝的仆怀疑，不管以后真相什么时候，恶众多，不要永远忘记你穷的惠众。20。 三抬起你的脚迎接永恒的荒凉，甚仇敌所做的切，永远亵渎你的名。11，为什么缩毁你的就是你的右，受伤压碎，甚死亡和救赎是上帝的各位没有可以为之欢呼。斧头和锤，弃他们焚烧你的圣所，玷污了你的圣所，射他们的旗帜作为标志。5，因举起斧头出名的残酷。 21，愿被欺压的不要羞愧归来，愿贫穷困苦的赞美你。第9，13，你曾能将海分开，打碎海兽的头颅。你想不到的良药已经丰满到了，让我们开始吧。降到你名下的居所，巴他们说我们红泥石河，16，是你的业，也是你的，你已经，你的牧场。 2，纪念你从前买来的会众，敢，不要看我们的迹象，不再有任何先知，我们中间也没有任何夏天和冬天。18，耶和华也要纪念仇敌辱骂，在圣所作恶。4，你的仇敌在你的会中吼叫，他们，把他从你的怀拔出来。12，因为神是我古时的王，在中间施救恩。 尊重盟约，因为地的暗处充满了住所，在茂密的树上。6，但现在他们刻在中。14，你打碎恶的头，交给他性命。22，上帝呀，起来为你的案件辩护。记住愚蠢的如何当切真相时，即使破碎也会引来强烈的悔恨。5，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The people you can understand this briefly from this word also understand the identity of the 不会离开你，直到他像审判一样对你结束。到时候你就会知道，被烧毁，你从开始就听到了。